是护照。没有护照。没有，他刚你刚插上去的时候，他好像晃了一阵。走的东倒西歪。嗯？你多少？像螃蟹一样的两个人，而且雪板架上也没有雪板的，他们都放在那边，也没有啊。中午是专门插了一整排，现在也没有多少。大家都走了吗？只剩自卫队了。自卫队是要几点才能走？几点才能走？对啊，因为他不像他们不像国中国小生，要下课之下课之前。就要车子载回去。哦，这个啊，雪上摩托车的痕迹。不是啦，他怎么可能刮那么重？中间是履带，左右是深沟。所以就是雪上摩托车的痕迹。那两个人磕，那个人两根棒棒磕成这样，怎么可能？我是说，我等一下就跟着雪上摩托车的轨迹，这样滑应该很快。你怎么了？真正松开，真正。这边坏掉了，真的。感觉也很正常呢。保护脚踝。哦，你一说他们的脚踝怎么会没事是吧？对哦，感觉，感觉。男的，你说什么？自卫队在后面。我是觉得他们这样子怎么那么厉害啊？好远。
要看好像他好像想在这里，一想他就往这里，很怪，那就可以嘞。还是那个雪本来就有点硬度。鞋，鞋，有点像普通的鞋啊。那个高速小子们的棒棒收走了，避免有人偷玩。哦，好。目前目测的载客率，那台没有脚，那台没有脚，那台没有脚，这台有脚，后面这台有脚，哎，后面也有，载客率一半一半。我们这个就更空了。嗯。我就想要滑什么东西。我除了弯腰老头照体会到的东西，觉得很有趣。我也可以试着在这种乱七八糟的地方做大转，大钢鞭大转。我可能可以做这两种练习。或者是偷学自卫队他们在教什么。他们很就是他们的字不知道是因为训练久了还是怎样，就是很标准的都是闪电型的滑法。膝盖前弯，上半身前弯。虽然你说像在做，但是其实它是贯彻的。你看头顶有在小腿那一直线的那条线上。你看哦，你说后座跟这个的差别就是在头的位置。你看头有没有在膝盖与脚的位置？但这有点密，往这边的话就有点疑似缆车下。这里两群树中间很空，很多人走过。四处观察树的密度，好冷啊！我刚刚突然觉得好冷。现在确实是冷的、啊，我所担忧的。所以不再做大的了。不做大的了，开始想些练习的。或者是要体验松雪，这里就有了。或者是从那边切过来，也跟上面那种感觉差不多，有没有？切很斜是吧？这有点斜，就是我们刚切的 level 是到这种斜度是在树外面，然后。树里面大概只有到这种斜度，这几块树很稀疏。
他们很难得的就是每个人都很贯彻。他是左右。哎、欸，这个人好像很胖。要是我能滑得像那样子的话，这些人呢，每个人都闪电型，就是他们可以决定切的那一下切多深，然后就是撇的越用力，就是刹车力越强。嗯，要诀是什么呢？上半身前倾，重心往前顶，斜的时候。这个好粗展在上面。我这边疑似他是比较厉害还是比较不厉害？小美比较凶猛。啊？小美比较凶猛。那是真的 baby 吗？还是只是个兔子？我只看到兔子耳朵啊。而且教的人是教官类的，教官讲的话哪敢不听？给我做这样，最好是敢不听。嗯，往右切，哎、欸、咻！而且感觉坐一趟也蛮久的，后面都自卫队三组。嘿嘿嘿，你刚刚在买饮料是老师？你是说手套掉的吗？在买饮料。哦，在你后面要。那我要滑哪里？滑这里啊。啊，闪电，好像很容易掉过闪电。鸭血蛇。鸭血蛇在后蹲，保持一种弹性。然后我说头，你就往正下方看，你看得到你的小腿前面，就是前面。我看得到，怎样都看得到。那你后座试试看，看不到小腿前面。你知道我说差别在这。后座只看得到膝盖。对，后座只看得到膝盖。我讲的重心点那件事就是讲这个。对啊。好吧。例如说要侧杀，照他们教官的教法，就是想象上半身朝下，没有，一开始直直往下滑，对不对？这时候脚是往前，对不对？然后突然间要刹车的话，就是除了转板之外呢，上半身要朝前，就最后会变成这样。然后就最后就想象这样搓，要是有搓大局，当然不是真人搓、哦。然后就是停了，就是这个 pose 哎。然后左转的话反过来吧，所以那个教官就连续做这样左叉右叉，就变成小转了。然后我们刚刚两个都做不标准，就是准备要停下来的时候就先往后躲，结果就滑得很远。如果有办法坚持上半身一直在这里的话，会咻就停下来。我想我不要滑那么直。老师下去。
欸嘿啊而且我发现可以用这个样子滑欸，不刹车，就是我的拳头跟棒棒永远是这样，我只是这样滑下去而已。欸，跑掉了，跑掉了，跑掉了。有点不大行哦。还有朝前的时候是棒棒朝山下，不是说这样，是朝前面，有一种上半身往前的意思，这样。滑下去了，龙蹄山应该是往那边山后面还是哪里？我觉得啦，走了。
还是用快快的速度滑下来，就是用大弯滑下来。大弯的话，你会觉得它很跳，对不对？就尽量。脚会乱挥，不是踩这种的。没有踩的那只脚，因为重心没有一样对。不是踩它，哎，就是不是踩它。对啊，你压真正压对的话，这只脚就有办法浮起来。浮起来，但是它就是在乱晃啊。它乱晃不用管它，你会踩它吗？不会踩它，但它就乱晃。它乱晃会岔开。不是，会岔开就不对了。但是我没有踩它啊，我也知道要踩那只啊。我就跟你说，在乱跳的时候，我两脚就会分开哎。嗯哼。你都听不懂。不是听不懂。是没有踩，是你相信你做到了，但是如果是看影片或怎样子的话，就会发现是没做到。不然你用一只脚滑，抬单脚这种坡道，你抬单脚是可以的。你真正做单脚滑，你就会发现差在哪里。好啊，那我也来练习滑单脚。他还要再录影呢、欸。那边刚好有在上面会看到，那边就是 Anatoly 吗？不是，应该是我们很接近的山。那边那个是什么？应该是哦。我以为你指的是更远，我觉得是隔壁。刚刚我们拉到最后，不是后面有个 gate 吗？嗯。后面那个 gate 可能可以滑到 Anatoly 那边。哦。然后刚刚这一个这边 Anatoly 的山顶可能可以滑过来这里。哦。可能啊，我不确定。然后下面缆车站就特别写说，不管是阿纳弗里的票，或者是你这口前三票，这里都不能用哦，你给我下去买票。因为他不在那四个雪场当中啊。所谓的前三不怕这个山。看来这个是自卫队专用雪场哎。因为这边有一个驻屯区。是吧？他们会有屯资吗？屯资，屯几人啊？住屯资，都很认真。公益网吧，我也刚刚登了，应该是。我猜夜华之后下半部吧，上半部夜华还得了。对呀、啊。我猜。缆车刚停啊，刚刚三点。是我眼花哦。那个盖起来以后啊，有的有踩脚柱，然后那只是踩脚柱，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坐在那里面的人没有脚胶，结论就是那里面没有坐人啊。嗯，所以现在可能都没有人坐上去了。最后面坐上去的是 Petrol， 然后他们可能要10个 Petrol 做地毯式的往下扫才清得完。我还没有看到 Petrol 上山呢、欸。嗯，那 Petrol 什么颜色我也不知道。还是这些自卫队要负责把人清光。他们也是客，他们人多啊，要帮忙。慢慢的缆车，那接下来就是要决定明天要滑哪里，只滑阿拉弗里，阿拉弗里又比这个大、啊、一半而已。但是这里你觉得它小，是你看雪带的小。但是如果包括我们刚刚钻来钻去的地方，其实它就蛮大的。整个缆车面向这边全部都算它的。我现在想的是说，只滑安娜弗里是 OK 的，但是明天就什么券？单雪场券或者是全山券，我要分析一下。过不来，我是说明天啊。对啊，不是过不来 village 或什么，是过不去 village。安娜弗里是
这里 Moiwa Annapolis Village。 对啊对啊，那过不去 Village 啊？过得去啊，山顶过得去。是啊，我怎么记得以前你说好像要去坐接驳车？没有，因为山顶缆车没开，那就只能坐接驳车。哦，山顶是那种单人缆车。那你不知道它有开，所以要看一下那个山顶缆车有没有开，有开的话才有买全山券的价值。其一是这样，其二就是说我们到底会逛完吗，还是怎样？停了，正式停了。人已经上去了。对啊。北侧坐上去之前的第一件事情是把门票套起来，接着他就可以坐上去了。套票的应该是站的人吧，不是喝出来的票，干他什么事？干他的事啊！他不关他的事，他不管这个。他是最后坐的人嘛，他顺便给他套一套，这样后面就不会再有人上车啦。哦，那就是有人有问题。其实现在有没有三点还不知道。刚才剩下4分啊。4分哦。这样。蹲低。弯腰。弯腰。但是这是一种特别的训练方式。如果我弯腰的话，会不会就停下来了？他脚晃的时候很松哎，他脚一抬就快要松下来。觉得嘞？但是晃乱晃不影响啊。好好好好。你懂我的问题吗？没有。你如果重心真的压很对的话，这只脚大概在这个位置。那你是这样，虚虚的。你试着这样一点。你那只脚如果真的没用到的话，靠在一起也没问题吧？
就好了。你刚刚要悬空吗？啊？你刚刚要悬空吗？不用悬空，但是你的重心，其实你敢合那么少的话，表示你重心已经站对。我们，其实你啊，重心已经越来越对了，只是你该怎么说呢？你不知道自己进步了。所以你的脚放在你以前习惯的位置，这个习惯的位置是可以踩错的位置，但是实际上重心比较对的话，这只脚几乎用不到，可以这么窄，所以你可以这么窄滑。你试着从绿线到红线全都用这个宽度滑的话，你就会体会我讲的那个可以转板跟刹车这件事。你现在就这样子滑就好了，不做别的。这样脚会酸吗？这样应该是轻松的滑法吧。对啊，而且弯了很多，就是很适当的减速，都不会紧张才对。对啊，那我觉得你的课题就只有有意识的把脚并拢一点，稍稍合一点就好了。而且这样姿势看起来好像比较厉害。没有啊。好，走吧。应该是最后了，除非我们一路用冲的滑下来，然后在30分前势必得坐上去，除非怀着这种心态。有必要吗？不用了。刚这样滑，我觉得哦，你怎么？你怎么这样滑滑滑滑了 N 个弯还在滑、啊？就是，这雪道有这么长吗？
因为我很平啊。嗯，但是这样很顺啊。我要刷鞋子，我要去刷鞋子。已经没有下雪了。嗯。这样子算是不算冷吗？我不冷，不冷。我是说对车子而言。好吧，我做个假设。假设啊，车子中午被太阳烤，里面的空气是很热的，然后它现在渐渐冷却，还没有到真正冷的时候，所以我们一打开车子，里面是热气出来，那就是好运，那就是运气好，里面就没有什么结冰的雾啊什么的都没有，会有这么好运吗？好尖哦，没有看到啊，君住啊。好难哦，每次我们要回家也就那么难。哎，跟 Kilolo 也是，哈，你没有觉得吗？就雪给你滑到了，然后天也给你看一看，可以。我赫然发现他们是可以做出那种，他们这种套法是可以做出那种动作的。就是一只脚半高跪姿的那种滑雪法，嗯，它后脚跟是可以抬起来的，因为它绑在前面跟脚踝上。嘿，这个在教点上。教练在穿鞋子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不对。要点在三下雪板的外面稍微前一点点它，那你真的要弯腰才点得到。哦，太阳出来了，帮忙加温，维持车内热气。很奇怪，都每天要收工的时候。咦，哈，昨天真的皮肉龙不是也是？对啊，他是帮我好开车啊。今天开到旅馆只要七分钟不到吧？重点是要吃什么？嗯，就到比罗夫只要十分钟，农资锅每人平均一万块，太贵了，算了。哎，然后没了。嗯，云很稀薄啊。拍张。摸一瓦，二分之一的。肚子哦，我们要喷肚子。没了。两倍，对啊，我开两倍。哎，看起来好暗。回去看可能就够亮了。对，不对。咚咚咚咚。嗯，其实我觉得这一块松雪的角度跟深度跟汤泽中里那个蹭区差不多啊。所以你要在最后一次要走这边吗？不用了，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已经被蹭的差不多了。刚我记得还蛮深的呢，怎么这里看起来没有很深？啊，你也不能从那去停车场，因为你要去退票。退场？好吧，对。除非你想先去脱鞋子，走过来退票。用普通鞋子来退票，感觉不错呢。所以这样我就不用害怕我那边又磨到了。好，此方法好。已经没非要这样不可吗？有流血。话说回来，我们也都没有租松雪板。没玩过什么叫松雪板。松雪板就是提供你相当大的福利。嗯。但我觉得太长了，在我万一要去穿树林，可能会害我绊倒。
它不是长，它是肥，长度跟你原来穿的差不多长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真的、啊。看虎头他们人都好长哦。那个是他们本来就要那么长的板子，他们身高高，所以板子也长一点。哎呦，看过那个人都好长好大。而且他还追求速度还是怎样？板高比人短就是正常板，板高跟人差不多高就开始追求速度了，然后比人还高那就是竞速用了。然后宽度的话就是越宽浮力越高，越松雪。嗯，自卫队们出发了。会不会是后面是羊蹄子？我看一下。你看到假叫了吗？我看到这样子延伸。您说是不是他是吧？嗯。好不好哦？有可能哦。哦。嗯，有那么近吗？不知道耶。你不觉得很像吗？有一点点啦。这样也看得到啊，这样也不是看得到啊。我不知道我有到底看不到，看不到。我的预设是他看不到。我只看到脚脚，就这样，就跟富士山看不到的时候只看到脚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。我在拍一张。你要跟以后做对照吗？我刚刚在讲，就你应该是在拍，想说今天看不到的这件事。哎，他掀起来了。什么驴？他在掀椅子啊，他收工了。应该是了。是啊，所以呢，要拍一张吗？好，就这样。哎、欸，
现在没有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要不要？好，不要。来看我用摩擦的滑法、哦、摩擦式的滑法就是只有我帮你录影是吗？哪里？我是在哪里？1号、2号、3号、4号绿色柱子，对耶，然后柱子在柱子那边朝右看，是啊，看得到啦，跳欸，因为你
站，我到一个地方我就看不到你。对，所以我也跟着下来啦。我发现我看只能看到你的头的话，我就知道要先下来了。对，我根本看不到你。但是我刚是冲很快，所以你才会觉得没路多少。其实那个距离，坐小小弯的话，可以弯个七八下没问题。我走了很久才到这。对啊。去停车，把那个卸下来，然后把车移到最接近外面的地方停好，然后走过去，很偷懒，还是在那里暂停，然后爬上去换了就走。那你就停过来，有个停车位。对啊，对啊。反正现在大家都走。我也是这样想。那边扭屁股停法，很硬啊！车子现在状况很好，赶快去把里面的热气释放出来。对啊，反正就门开着，然后再慢慢搞，不要关门就对了。你看看看，不理你。四个门都打开。你知道太阳造成的什么事吗？我们早上啊，不是那个换鞋子的时候，应该是沾了雪啊什么的才放进去吗？嗯。现在你一点雪都看不到。哪里一点雪都看不到？地垫上啊。哦。现在他们都变成水汽了，所以把他们水汽都放出来。才可以避免明天的惨剧。哎，